还要这样合照吗？看你喜气洋洋，来说到了现在，所有长辈的幸福哈，这是一个千岁婚姻，那也祝你们未来这对新人能够和和美美、幸福美满。再见，杨先生。OK。嘛是有顺风，阮的阿兄、老大兄，叫做陈宏毅议员代表人，哦，咱曹特助买到现场来，来拍拍掌，谢谢，谢谢。感谢阮周主席长吼，啊，现场咱的所有贵宾甲四杨比对，然后咱这些新人吼，啊，甲现场咱阿公阿妈，大哥啊，大哥，我是陈宏毅议员的直播吼，今仔日特别代表陈宏毅议员。来现场遮吼，来特别祝福咱的新人吼，祝你们永浴爱河哦，早生贵子。啊，也祝福我们老苍菜、老福菜，我们的长辈们，大家都平安健康吼，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在现场来拍拍摇枪。祝大家过得顺心啊！祝阿公阿妈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叫我们全家一起对新郎哈，永结婚，永浴爱河，嘛叫阿公阿妈一起在顶峰讲话，你好不好？谢谢，新春快乐，谢谢。上上尾啊，上尾啊，家属的，就是叫阮吼，常常支持阮活动的领袖。上少的李总，天文的李总，马来到现场，我做志杰里长吼，来泡泡摇下，谢谢。好，谢谢我们的里长，来我们的主任，还有现场所有的贵宾，阿哥我很久，来阿哥好吗？台湾台后。好，真的很高兴呢、啊，今天呢、啊，这个在众多啊我们长辈的祝福之下，尤其刚刚呢在四楼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些新人的这个阿妈。那么也在这边，然后还有我们的主婚人啊也在这边，那真的很感谢，非常的感动。那我相信呢，啊刚好自己的服务处也在抵达隔壁，所以我刚看到今天的这个女主角，特别感到非常的亲切。那我想看着啊他们的在抵达对社会的这样一个付出，以及他们自我的这个成长。那我觉得今天能够啊找到啊这个彼此啊未来要携手共度一生的啊这样的一个伴侣，那又透过啊我们啊这个千岁团啊以及我们老康泰集团的用心，然后来办理这一场婚礼，所以我觉得呢，真的众人的祝福一定会让这对新人呢长长久久永浴爱河，那么早生贵子。祝福现场所有的阿公阿嬷，来身体健康，来快乐每一天，谢谢。尾吼，这个活动上尾啊，我甲各位报告，今仔特别热闹。迄毋是讲新人结婚尔呢，迄是讲吼阿公阿嬷各嫁一对孙仔，互恁看，互恁照顾，互恁疼惜，对毋对？所以等下吼，我叫新人来叫阿嬷，恁来讲话，安尼好唔好？让你温暖，嘛要祝福因两人会当伫咧今年，今年即马正月吼，儿女会吼，咱再来家讲，我有一个